上期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从下界的下界要塞，哎呦，这小玩意儿还挺有脾气啊，把猎焰人运回到了主世界。但是啊，他的伤害特别高，尽管我们现在穿了整套的下界合金装备，但是还是扛不住。不过我们现在有抗火药水啊，喝下一瓶，直接把它运输在我们的生物展览馆里边，先把这边拆掉吧。有了防火药水，猎焰人的伤害基本等于零。他喷我根本不掉血啊，我把这个铁轨连接一下，然后把它运输在生物展览馆里边。哎呦，这个传送门好像又碍事了，先把它拆掉吧。好的，我们来把这个猎焰人拉到轨道上边，然后呢在这边放一矿车，直接把它顶出去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现在的生物展览馆里边又多了一位成员，猎焰人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跟他下去。他这后边还带着尾气啊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排放的尾气啊，污染特别的严重。哎呦，还要射我，这家伙。好的，他进去了，把他关起来。哎呦，还在射我，小玩意儿挺有脾气啊。来射，来射我呀，来来射射射，让你射，来呀来呀。哎，射不到吧。好的，那现在的话我们在下界收集到了哪些生物呢？第一个呢就是僵尸猪人，第二个呢就是油猪兽，第三个呢是赤足兽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运输回来的猎焰人。那么下界现在还有很多生物没有收集啊，岩浆怪、凋零骷髅还有恶魂。收集恶魂肯定是特别麻烦的，我们这一期的主要目标呢是把这个岩浆怪还有凋零骷髅给它运回来。哎，这边还漏水了，我们现在这边打两个隔间啊，给他们制造一下房间，然后把这两个东西先运输回来。OK， 两个房间，一个关岩浆怪，另一个呢关凋零骷髅。至于恶魂的话，我们之后要给它定制一个特别大的单间啊。好，先把这两个收集一下。那好，我们收集一下材料，准备出发。其实我们现在运输凋零骷髅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下界要塞，而且凋零骷髅不会飞啊，特别简单。哟，这边的传送门没有了，我们还需要找一下这个黑曜石啊。好的好的，我们走。来到地狱之后，我们先把这边的轨道改一下。上一期我们运输猎焰人的话，这边全部都废掉了啊，重新放一下。OK， 我们坐上矿车出发。我们首先去下界要塞把这个凋零骷髅给它运回来，然后呢是岩浆怪。我觉得凋零骷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岩浆怪的话，哎，有点麻烦啊，因为我们这个通道是一格啊，岩浆怪的话它的体积比较大啊。哎呦，这个岩浆怪确实比较麻烦啊。算了，先不管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凋零骷髅给它运回来。到了到了，哎，这边没有刷猎焰人啊，还可以。哎，我的矿车，矿车跑了。哦，还好我还有这个铁矿啊。哎，不要跑不要跑，我用弓箭射他一下。这是三个铁锭呀，不对，五个铁锭，不能浪费。走吧兄弟们，我们去找一下凋零骷髅啊。这边的凋零骷髅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啊，这边有两个还是三个，我们只要一个，把后边这个用弓箭解决掉。哎，来，好，一箭解决啊。来来来，和我走，和我回家，骷髅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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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来了。我们找一个角落啊，把船放下，把它困在船上边。来，上船。哎呦，这个猎焰人好烦呀，兄弟们，要不然把这个刷矿炉拆掉吧，真的太烦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边挖开一点，然后上船，把这个船开到轨道的上边啊，扛住伤害啊，兄弟们一定要扛住。哎呦，有点疼，不行，感觉还是有。哎，完了，我打了一下猪人啊啊，还有一个，小心，只有两滴血，一滴半，别让他碰啊，不要让他碰到我就没了。来，好的，解决，还有个岩浆怪啊。好的，刷罐龙已经拆掉了，我们把它往后开一点应该就可以了，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吧。走，哎，走了走了。好的，我们在后边追他，凋零骷髅和我回家。好，我们也走啊。这个凋零骷髅的运输还是特别简单的，但是岩浆怪绝对是有难度的，我们先回家把它运回去。别打我别打我，上船。我们把船放在这边啊，这边离门口近。哎，来上船。哎，好的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现在先给他灭一下谜。算了，直接带过去吧，他应该是不会消失的，放在这里。来来来，好了，扛住扛住，凋零骷髅。好的。哎呦，他好黑呀。哦，他也是小黑子啊，兄弟们，来放一筐车，走走走回家。哎，好了啊，那接下来呢就是岩浆怪了，我们先把它运回去啊。兄弟们，这个岩浆怪应该怎么搞呀？难道我们要把这个轨道扩大吗？啊，先不管了，我们先过去。小黑子，你住在这里，我去给你找一位小伙伴。岩浆怪的话我们也要从这边走啊，我们会路过一个玄武岩三角洲的地形啊，岩浆怪就在这边等着我。好的，应该就是这边啊，我记得这边有很多的岩浆怪。哎，运气很不错啊，兄弟们，发现一个，这应该是最大号的一个岩浆怪吧。这个的话运输确实有点困难啊，我们先把这边挖开，然后把它引过来。来来来，你过来把这边挖开。哎，现在的话好像可以放矿车走。哎，不行。哦，他还，哦呦呦呦呦，哦，哇，兄弟们，他的伤害为什么这么高呀？哇，我的矿车没了。等会儿先做一个矿车。哦，他现在要比我们现在这个轨道高一格，所以运不过去。
怎么办呀，兄弟们，他下不来，就算是他可以下来啊，一格的空间他绝对会卡死啊。啊，我想一下啊，要不然我们直接把他干掉吧，我们拿一个小的，拿一个中型的岩浆怪。哎，其实中型也可以接受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我懒得再扩建这个轨道了，扩建的话还需要扩建两格啊，干掉吧，干掉吧。啊，我们拿一个小的。哎，你看这个体积的话刚刚好放进矿车。哎，上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来吧，用矿车顶他一下。好的，他走了，我们也走啊。来到传送门这边，我们需要先回主世界做一些工作啊，因为这个岩浆怪他是不会上船的，我们等他出去之后，我们需要有个东西困住他，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矿车。这边的房子全部都要拆掉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用轨道把这个传送门给他围起来，然后我们把矿车放上去，让他一直转啊。哎，不行，没有动力铁轨的话还是不行，放一些动力铁轨。好的好的，兄弟们，大概就这样啊。如果这个岩浆怪出来的话，它就会被这个矿车接住，哎，它就不会到处乱跑。不过一个矿车肯定是不够啊，我们还需要多做一些，多搞一点，多搞一点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安全。为了安全起见啊，多做一点。哎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，兄弟们，这样的话肯定是可以接住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矿车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呀，兄弟们？我们要不然再改一下这个铁轨吧，把这边多放一些动力铁轨。哎，这个速度的话，我感觉就差不多了。哎哎，啊。哇，兄弟们，吓死我了，他突然一张人脸啊。哎，别上去啊。哦，下来下来下来，这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呀，下来，流浪的拴绳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下去，给我下去。哎，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接岩浆怪去。来吧，大宝贝儿，和我回家，轻轻的我带走了你。啊，哎呀，兄弟们呀，哎呦，不想玩啦，这我辛辛苦苦收集的史莱姆，不对，岩浆怪，哎呦好烦。哎，不过应该有小的吧，兄弟们，过去看一下。哎呦，烦死了，他我就打的边缘呀，而且我轻轻一稿子他就没了，不应该呀。哎，有，哎，还有岩浆怪啊，还可以，兄弟们，但是他特别小。哎呦，烦呐。我爸从小就和我说，麻雀再小也是肉啊，虽然说它小啊，但它总算是一个岩浆怪，对吧？我们收集生物啊，烦烦烦，不想说了，兄弟们。小小的岩浆怪也可以接受啊，兄弟们，也不算小，对吧？你看感觉还是挺大的啊，这么大啊，很明显啊。哎呀，很明显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还行吧，我觉得，对吧？这也不算小，真的不算小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啊把它搞得大一点，现在的话小点也可以啊。那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嘿嘿嘿。